讨论题啊，贵司啊。啊，好吵的话。对，它应该很困难。黑方。Black 黑色的雪茶，有柠檬 grass。我们来这里看风景，很秋哇，很美耶！那个马，还不止一个耶，很听话耶。这个教堂很美，这个教堂。它没有开灯。Zara 耶、yeah ！哇，五层楼、哦、这个 Zara 好料。啊，你们在吃吗？跟你来喝了，差不多才一喝完了哦。怎么？这是从第九道。啊，你们不吃啊？你们没有吃东西？一起来，自己一起来吃这里。你打我。你们不吃吗？等下也蛮我领取的，神经娃。已经过了35秒，你的目标是21分钟。如果顶不住就不要，这样会死。啊，不要死，穿得很冷。哇，就真的，回来了。你还有3秒，就1分钟了，你可以的。2分钟了。回来，潘金友，喂，潘金友，如果你呼吸就摇一下你的头。
你看没有头发了，来，但是你看，就是你看他吃的东西啊，一个杯面，一个酒 ，Summer's Beer。看来你生活很坎坷。我很讨厌这种猫的这边，人家看到好像在，好像有病一样。好吃吗？欢？8.50。你会 recommend 我们再来吗？这间店不会，因为下面有个黑衣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买多几个？因为是他刚才女有一个女儿在里面很美。啊，我们从这里看之后，看到了阿汉的善良的那一面。他给我一个安迪给我看。阿汉是很喜欢吃咸的。这个票是多少钱去啊？多少钱？就是27.7。这个主播没有做好功课。对，如果没有 RSIP 就是25。如果没有的话就是27.7。我们 expect 我们是有的，但是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我们就还成人的价钱，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学生。虽然有点不敢念，但是还是要给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一号旅客，这是我们的二号旅客，这是我们的三号旅客，这是我们四号旅客，这是我们五号旅客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cameraman， 然后自己拍一下自己啦。然后还有七八九十一，然后12个还在 Costa 那边坐。对，因为他太冷了，他太冷了，然后他心情有点不好。这是我们的团，这是我们的团长。OK， 所以我们这里都温馨提醒，当你要搭这个缆车的时候，你进去的时候呢，你的票一定要收好好，因为下回来也是要用的，要用。500，最好是70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啊？哎呦，你跟着别